1934年10月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，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，来到川湘黔边境，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。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，即调集数十万大军，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，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。在这危急的关头，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，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。校以前保险能赶到，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。嘿，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。军长，曹长，哟，停止前进。听见。原地休息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有问题。哎，你们听，把炮子吹炸，赶紧坐下休息，休息吧。调我。团长调我。哎，连长，连长，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。我知道。连长，别忘我啊！忘不了。班长，班长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啊？什么事儿？国内大事。同志们，目前情况很严重。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，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。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，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，插向敌人薄弱环节，强渡吴江。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、桐梓，控制整个黔北地区。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，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，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。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，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。有。同志们，这一招很妙啊，是毛主席的主张。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。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，就等于给中国革命
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。报告，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。你听，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。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，目前主要是抢时间。陈连长，哟，命令你们明天上午赶到乌江，占领江界河渡口。是。回司令部，快快！报告旅长，回来了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？侯司令来电，共军直奔乌江来了。什么？到我们这儿来了？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攻遵义啊。奇怪啊，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？依我看，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，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。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，绝不让共军渡江。等薛岳兵到，围前共军离乌江两岸。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？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，谁知道耍什么把戏。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？先锋过了黄平，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。薛岳给甩掉了。好，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同志们有没有心呢？有。好，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。从现在起，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，抢到时间就是胜利。同志们向乌江前进。同志们快快走，往北就到了乌江口。咱们一天走了180，敌人3天才走了99。好的好。
的好。哎呀，咱们越走越加油，敌人越追越发愁。咱们来了个迷魂阵，转的敌人昏头转向，摸不着头。转的吧，哎，敌人还以为咱们打棍一样呢，一个劲儿追。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，拐了个弯，到了乌江了。过乌江，咱本领大，山高水急咱不怕，机智勇敢相结合，乌江保险能拿下。没问题，同志们，加油啊！头等好卦，得其得门，好，太好了。怎么说的？卦是怎么说？诸位，卦中说，犹如大龙入海，任其所游，有吉无凶，百事如意。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，又有精兵把守，保险没事儿。哈哈哈哈，那我们成了大龙了。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，自刎于乌江。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，前后夹击，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。参谋长，你弄错了，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，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别打岔，管他是哪一个乌江的，反正他都是乌江。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？那有什么，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。卦中说吉星高照，有贵人相助啊。这个贵人是谁？这贵人是蒋介石。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。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。到了贵阳？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。哼哼，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，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。诸位，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，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，消灭了共军，既保住了实力，又讨了蒋介石的好。对对。哎，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？不光是犒赏啊，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，利有攸往无阻，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。旅长啊，您的官运亨通，将来步步高升啊，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。别忘了。当然了，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？电报，参谋长，看看谁来的。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。什么？二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四十里？哼，这不可能。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，他哪有那么快？完全可能啊，共军一向用兵神速。那好，算他们走到头了，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。是。参谋长，有薛岳的消息没有？没有。那江南的独立营呢？马上撤回来。是。等一等，
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。是。上，快！快！快等等！给共军留一点东西。营长，你看我们可怎么办呢？啊，好说好说，快上船吧。我们保驾。哎，好。营长，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。算了吧，命要紧。哎，还有箱子呢。哎呀，你得快一点啊你。哎，快。快。全带走。一个也不留。去你妈。哎呀，要把他抓走啊老总。哎呀老总，求求你老总。哎呀老总。哎呀。老总，我去你妈。哎呀。大爹，大爹，大爹！我说你打他，不能把他带走。啊，你个老东西，滚开！走走走，带走！走走，我去把他带走。哎，哎呀，滚开吧你！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他娘！他娘！他娘！他！弟兄们坐稳了，前面倒江心了。我哎呀，跑了一个，快快，弟兄们压上了，你俩那边那边。老乡们怎么样？老乡们，你看，让胡家军遭的苦了，粮食抢了，房子也烧了，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，要不啊，全村都烧完了。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？有一家，可是刚才胡家军撤退的时候，跟他们一块跑了。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，马上发动群众，把地主的粮食、夫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。再组织一部分同志，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，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。是。看见陈连长没有？陈连长吗？到江边去了。走到江边看看去。走。
归天启。陈连长，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？报告，雾太大，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。团长，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？哎，营长啊，快打吧！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。陈连长，来个排子枪。是，老张。再加强一点。对。陈连长，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。是。枪也没打，马上派出警戒，继续监视敌人。是。打打，他妈打！这边，这边，停！停了射击，停！停了射击。回事？妈的！报告，我们是上当了。旅长，请。是谁调开的枪啊？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。谁开的枪？拿出枪毙！报告，杰夫，是。张一长，你说慢点儿，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？对，是他。是王连长叫开的枪。我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，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？参谋长，冤枉，不是我，那是营长啊。营长，你胡说。他胡说。哎，王连长，好汉做事好汉当嘛，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？这个混蛋，拉出去打二十军棍。旅长，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，您抽口烟消消气。他娘的，幸亏渡口没有还击。政委，小刘，
你怎么也一起粮食来了啊？是给个老大爷领的，名字很好，是个老船工。老船工啊，就是渡口的老船工。好极了，来，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。走。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，把他头一个打伤了，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。他家里没有别人吗？哎呀，这个我没问，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，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。看看去。黄大爷，黄大爷，你的粮食领来了，这被子也是你的。你瞧，我们政委看你来了。黄大爷，你受惊了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，我特地来看看你。哦，长官。大爷，别叫长官，叫政委。政委。哎，叫对。叫同志吧。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。我知道，你们都是好人呐。这个姑娘，刚才都和我讲了。哦。大爷，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。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，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。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？是啊。那黄大爷，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。大爷，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，说了政委能帮着你，说吧。好，我说，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，现在不知是死是活。放心吧大爷，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，我们一定能救回来。起来，别装蒜了，快跟我走。啊，给不讲话，这个家伙可顽强了。你那伤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你们打的。胡说，我什么时候打的你？小罗，报告团长，我根本没有开枪。老张，老张，我把大爷请来了，咱们走吧。这是团长。哦，团长，麻烦您。大爷，哎，没说的。爹。哦。爹，孩子，你怎么？孩子，你是怎么跑回来的？我是他儿子。嗯，他儿子是被侯家军抓去的。哦，孩子，这他们打的，他们打的。嗯。哎，孩子，不会，你弄错了。你看。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？他们是红军，他们都是好人呐。
是咱们的救命恩人。来，孩子，给恩人们谢恩呢。来来来，孩子，跪下跪下，给恩人们谢恩。这怎么行？起来起来，快起来！大爷，可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嗨，我们不是什么恩人，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哎、快坐下。政委啊，你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坐下。团长，你坐。小光同志，你怎么搞的？你干事总这么冒失，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？你又不了解情况，他要夺我的枪了。政委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刚才是我的不对，不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把你当成了，我也把你当成了反动派了。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，攻势坚固，兵力多，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。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，这里地形险要，敌人不大注意，倒是个空子，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。对，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，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啊。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，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侯命了。同志们，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，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。团长说得对，敌人哪怕是块豆腐，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。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，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，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。陈连长，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、会水的同志。是。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。没问题，这里有的是毛竹。好，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。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，又去请求了。我看，干活吧，扫地工。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，为什么不让我参加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年纪小，我水性大，人多了目标大，可我的个子小。好了，说不行啊，就是不行。别蘑菇了，干活去吧，去吧。怎么样，连长没批准吧？没有，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。哎，小赵，我有个办法，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。什么办法？同志们，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，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。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，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。
任务是艰巨的，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，战胜吴江，为全军开路，这是最光荣的任务。祝你们胜利。来，同志们，每人喝上几口，暖和暖和，热热身子骨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团长，我是革命战士，请党相信我，组织上考验我，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，保证完成任务，让我参加吧，团长。首长，批准他吧。批准他吧，首长，他的水性很好。排长，首长，批准吧。是。大的胆子，想从我这防线强渡，哼，给你个厉害看看。赵旅长，杰夫吗？报告杰夫，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。是。发的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下水？时间到了，开始吧。是，同志们，向敌人射击。上了共军的当了，赶快把部队调过去，快快，好不快快快，报告，政委要我报告团长，敌人已经发现我的强渡点，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。知道了。前掩护，封锁那条小道。报告营长，前面的路被共军火力封锁了，死光了，你得冲上去。是，回来，谁冲上去，给谁四连捅。干杯！冲啊！
谁冲上去给谁撕了大烟筒。孩子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。爹，我去。鸿运来了，哎，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，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。兄弟们防守有功，露露两手，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，打死了121个。报告旅长，不是121个，是151个。什么？151个？哎，参谋长，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，哎，下回给他补上。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，奖赏大洋500，大烟土30两。诸位，今后不论官职大小，只要杀敌有功，我们一律论功行赏，银洋、大烟土、金条，我们有的是。张营长。领赏。
起谢谢爹父。哎，老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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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你的啊，参谋长，给他们念一念。诸位，蒋委员长来见。蒋委员长来见。咱们司令杀敌有功，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。全旅官兵降家参阅。好，诸位，学岳大军今明就能赶到，共军已背水作战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，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。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，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。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。报告，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。看，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。双层的？对，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。太好了，谢谢你黄大爷，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。哎，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，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。团长，方案批准了吗？批准了。团长，把这次任务交。等等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，白天没有渡过去，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，是不是？好，就交给你们。是，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猪筏子了。政委团长，做猪筏子的事儿好办，要竹子有竹子，要人有人，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张黄大爷，谢谢你。哎，没有乡亲们的帮助，光靠我们是不行啊。对，咱们就军民合作，连夜赶做出发。
王大爷，歇歇吧，昨晚上忙了大半夜，够辛苦的了，别累坏，你做指导员就行了。哎，还不是一样，你们也没合眼呢，我又不是泥捏的，一碰就碎了。哎，连长，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，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你也去啊？那可不行啊，王大爷，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。晚上？晚上怕什么？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，我就能过得去。我会游水，道也熟。对，大发，去吧，咱们家一块儿。哎，跟你爹说说去啊。说什么？我爹呀、啊，他保险同意。我操！仔细低点，手榴弹，大眼，扔，大冲，杀！这回差不多，就是有一点，要记住，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。哎，大发啊，你算行啊，像个战士。不行不行，跟你们比起来呀、啊，那差远了。怎么样，参加红军吧？你们要我吗？要，是穷人我们都要。来，咱们坐那歇会儿。哎，你的鞋怎么了？绳子断了。哎呦，底儿破了，不能穿了。行，将就穿吧。哎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把脚抬起来。你干什么？行，差不多。等等，我就来。什么差不多？给，穿吧，鞋，不。还是你穿吧，你看你，叫你穿你就穿吧，穿吧。这鞋是你买的吗？不，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。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？我爸爸牺牲了，让侯家俊给杀了。不，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。两年前，红军到了我们村儿，村里组织了赤卫队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穷人们彻底翻了身。当时，我爸爸是赤卫队长。后来，红军走了。有一天，天下着雨。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，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。好，我穿。小光，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，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，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。大发，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，是为了革命。革命，革命就是打倒地主，解放全中国，解放全人类。
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，再也不受穷受苦了。大发，你说对吗？对。小光，你跟政委说说，让我也参加吧。啊，干革命，干革命。好，我一定跟你说说。来，同志，穿上吧。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。是，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。我们见到信号，部队就立刻渡江。是。团长，还有什么指示？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。是。孩子，去吧，记住了，过了江偏左点走，加小心。哎，老张，时间到了，出发吧。是。出发。哎呀，咱们司令这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！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，我快了活就死神仙儿啊，只可惜班长啊，江里有人，在那儿。在哪儿啊？在，好像在，这他妈的！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。他妈有人，有屁！江里出了问题了，很难说。同学，哟，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，随时报告。是。报告。报告团长，我们二班的朱发没到江心，就被浪卷了回来，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。同志们全回来了吗？全回来了。赶快回去休息。是。朱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，我们全掉在江里。有伤亡没有？有，轻伤两个，重伤一个，朱光铁同志牺牲了。快去抢救。是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。
特别小心。是。那边派了几个伤？伤少。不行，要派班少，派最得力的班。是。要特别注意江面，共军是怪头渡的，请您放心吧。同志们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的部队会过来。今天晚上过不来，明天一定会过来。对，大队一定会来的。连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马上隐蔽起来。大发同志，哎，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？有。情况吗？没什么情况。现在风浪很大，要注意监视江面。是。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，你们还不知道。英良大人，请放心，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。再一说，弟兄们刚抽足烟，精神很好。是谁打瞌睡，砍谁的头。是。警长，一定是。多危险！去了呢。哎呀，会不会找那银长报仇去了？哎，可能。我找他去。不，
我去。等一等。连长，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，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。对，我大李彪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。为什么要拼呢？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咱们才过来六个人。是啊，人是少了点，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六个共产党员。对，共产党员。我们的任务呢？迎接大队过江。对呀，同志们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，消灭敌人，迎接大部队过江。在大部未破之前，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。王班长，哟，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。是，我看看去。连长，连长，做好准备。是。见敌人一个碉堡，有多少人？不多，七八个人，正在抽大烟呢。哎，咱把他干掉算了。对，不行，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同志们，我的意见，这么办。是。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？刚才师首长来电话，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。抱歉，现在情况很紧急，薛岳的部队
到这儿。哦。师首长命令我们，明天拂晓，一定要渡过去。现在离拂晓还有四个小时了。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，要做最坏的估计。根据新的情况，我的意见只有进行强渡。我也这样想。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，上游还是比较薄弱，我们就从这儿突破的。黄连长，研究一下你们国民连架桥的问题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炮兵营？太好了！老钱，首长派炮兵营来支援我们来了。你是谁？什么？发现了共军的租筏子？多少？你们见了鬼了吧？共军一夜的功夫，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租筏子？旅长，共军用了大批的租筏子企图强渡，真有这个事儿？喂，喂，喂！旅长，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。听着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。谁要开枪我毙了他。还没动静，
今天开开杀戒。可以到山顶上去，有，从左面可以爬上去。好，王班长，你们留在这儿，继续掩护部队过江。我和罗晓光、黄大发向山顶迂回，抄敌人后路去。是，走。我枪毙了你们！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！把工具压下江去，他娘的！旅长，趁工具还没站住脚，马上给他来个反击。对，赶快把二团调过来，我要亲手阻止反击。是。敌人的增援部队下来了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。追跑！老方，准备。目标正前方，敌伞兵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，距离360。预备。是发报，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，吴江就难保了。是，等一等，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，请求增援，越快越好。报告，共军又侧翼迂回占领山头了。啊？什么？旅长，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？这是共军吗？同志们，同志们！
被包围了。交枪吧，赶快投降吧，你们跑不了了，你们赶快投降吧。杀死我妈妈那个家伙，大妈，大妈，什么的？报告了，我全都看见了，干得非常好。小光，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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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报告，报告团长，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，消灭渡口敌人，占领敌司令部，与二营胜利会师，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。知道了。陈连长，马上集合部队。是。马上，都在这儿来了。哎，爹，孩子。我家孩子，爹妈妈，太后军将，我家孩子。团长，政委，我算看清了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。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。来，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。政委，团长，收下我吧，我要当红军，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。我也愿意。好好好，我们一块去。乡亲们，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，咱们穷人要翻身，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。黄大爷说的对，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，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，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。爹，孩子，去吧，跟着共产党走没错，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。哎，大炮，班长，当红军的跟我来呀。把枪发给他们。是。王大爷，请你收下了。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，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。收下吧。团长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。对对对，王大爷，下次再见了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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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大爷。